林洞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半步造化境，若你能从五杯之中得到一部造化武学，那就有跟他动手的资格了。要进入造化五杯，必然要争这一席之位。就凭你，去死！天灵戟法，天龙擒。我现在可有资格了。这应该就是造化五杯的武学空间了。造化武学，快放开我！那东西要追过来了。里面远古宗派的那些东西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师尊，这位就是您的传承者吗？不错，你带他去吧。这也太壮观了吧！这里存放的都是宗门的造化武学。这些造化武学是不是我都可以学啊？你要学的是那个。这些人之中有谁能够领悟造化武学啊？我看啊，还是那个琳琅天机会最大。那也未必，在五杯之中能够参悟造化武学的人简直屈指可数。可儿，莫要多虑，琅天是我林氏宗族的天才，以他的资质不会有问题的。是木叔，可儿明白。不知林洞会如何，这家伙每次都能有出人意料的表现。方向求索，撕开冠冕，堂皇交锋，去向天把荣耀战火。我命由我，成王败寇不过就此一搏，决斗燃烧喧嚣的烈火，我主宰着逆风对决邪魅狂暴的时刻，都挥着拳头挥向铁索。九品武学，同叔，我哎，王岩少爷，希望你把握住下一次机会。同叔放心，下次我必然能得到造化武学。看来这些人都没得到造化武学啊。是啊，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，不知结果会如何。
是造化武学。完蛋，这太厉害了，厉害。是宗族的琳琅天果真是个天才啊！哦，琳琅天果然是四大宗族中的佼佼者。巫叔，琅天做得好，你当真是实力不凡呐！恭喜了，琳琅天大哥。造气境，也不知道这小子为什么会在这里突破。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是突破造气境而已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想不到灵动竟能在此处突破这造气境。我竟然突破这造气境了。想不到你这么快便完成了突破，那么接下来就请接受我宗派的武学传承吧。小子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去呀。这等气势的造化武学，这林东竟能得到此等武学，还真是让人惊叹呐！造化武学，终于是到手了。哇，林氏两人竟都得到了造化武学，琳琅天、林动到底哪个更强一些啊？废话，当然是琳琅天，琳琅天可是林氏宗族的天才。可这林动虽然出自林氏分家，但他的实力竟能得到如此造化武学，也非同一般呢。林动，啊，恭喜你得到造化武学。可儿姐，哈哈哈哈，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呐。这位是我林氏宗族的林木长老。啊，晚辈林动，见过林木长老。林动，你之前的事迹可儿也曾与我提过。多谢可儿姐。不用客气。此次你与琅天都得到了造化武学，这让我们林氏在大燕王朝中的实力又有所提升。木叔，希望不久之后的族比你也能好好表现。多谢林木长老，小子定当竭尽全力。想不到琳琅天也得到了造化武学。我看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现在还不好说，只是一种感觉而已。诸位，此次我们四大宗族进入大荒古碑，并非只为这武学而来，
啊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四大宗族还有别的目的？不清楚。郎天，此事由你来向大家宣布吧。是，部署。诸位，经我们四大宗族发现，在这块造化五碑之下，还隐藏着一座远古宗派的地下宫殿。什么？地下宫殿？这地下宫殿之中必定有什么远古宝藏。而在这宫殿之中，埋藏着远古宗派真正的宗族宝藏。诸位，我们四大宗族并不打算隐瞒什么，也没有独自占据之念，宝藏之归属全凭各自本事。太好了，要发了，就是要发了。当然，若想得到宝藏并不会那么轻松，在这地下宫殿之中还有着极其强大的守护兽存在。守护兽？这可怎么办啊？而我们四大宗族必将全力应战守护兽，若是愿意与四大宗族共同御敌，我们也愿意分享宝藏。啊，这事儿风险很大呀。虽然四大宗族在这里，但是不过远古宗派的宝藏可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哎，怎么样，要不要拼一下？我们大魔门对远古宗派的宝藏很是感兴趣，我们愿意加入。阴魁宗也愿意加入。我们愿意追随四大宗族，一起打败守护兽。小子，别去趟这浑水。我也感觉到了，那地下宫殿之中好像透露出一股异常恐怖的力量。好，那便开始吧。王岩少爷。小子，我们快走吧。小爷，走，我们离开这里。集中力量，击杀守护兽。
真麻烦，都散开！四象大阵。向上，受击败了。快看，守护兽真的被击败了，成功了！四大宗族厉害啊！四大宗族，四大宗族厉害啊！四大宗族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哼，竟然想跑！算了，别追了。我们的目的是宝藏，无需再浪费力气。走，我们进去。走。小雕，你为什么要找那只守护兽啊？嘿嘿，那应该是一头远古血蝠龙啊。什么龙？也不算真正的龙，不过它体内可是有着真正的龙之血脉，若是雕爷能吞了它的妖灵，睁大眼睛给雕爷仔细找。是，雕爷。小子在那边，快追上去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小燕，这头血蝠龙已是精疲力尽，只要吞下它，雕爷的修为又能恢复几分。你这蠢虎，告诉你，这血蝠龙是雕爷的。蠢虎，给我老实点。小雕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谨慎点，这血蝠龙连四大宗族合力都未能将他击杀，虽说他现在身受重伤，但我们还是得小心行动。你打算怎么做，小子？哼，一会儿听我指挥。
我们成功了。哎，真是太险了。嘿嘿，现在这驯服龙是雕爷的了。哎，你蠢货，你干什么？快给我滚开！谁让你碰雕爷的东西了？你快松开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这是。出口，尽快离开此地。王室弟子，大家跟我走。是。我们走。是。那些四大宗族的人竟然自己先跑了，我们跟上去。是。是，大小姐。少宗主，你没事吧？快离开这里。是。再不走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小飘，好了，小子。小爷，快走。还未到开启时间。这怎么办？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想想办法。喂，那守护者是你们引出来的，你们这些混蛋竟然自己先跑了。你算老几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资格？是。
啊！这东西要追到这里了，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，集合我们四大宗族之力，强行开启古碑。真的可以吗？如今也唯有此法可以一试了。喂，你们两个也过来帮忙。什么？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命令？就是，若想活着出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所有人将元力注入古碑之中。是。我们上。是。走。起作用了，继续注入元力。是。快看，小子，他们要强行开启古碑，我们快过去。小严，好了，终于能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同叔，我们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不行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会？出口还不稳定，我们要赶快出去。木叔，带着大家先走。所有林氏弟子，进入出口。是。跟上，走，快！林公子，我们也尽快离开此地吧。腾磊，你快走，快，我们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。不好，穆姑娘，危险！穆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，我们快走。跟紧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，跟上。古碑要倒塌了。可儿，我们走。快跑，快走，快，快，是灵动，跑快点，动，快，快过来。可儿姐。可儿，别磨蹭！狼天大哥，走！你乖乖在这等死吧！哼，蝼蚁！
乾坤蛋，林动，把乾坤蛋给我拿过来。哼，凭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林公子，怎么回事？快跑！林动，守护者竟然走。太好了！哎，我今天会死在这儿了。是啊，哎呀，混账！是啊，怎么样？狼天兄，那个乾坤袋是你从地下宫殿带出来的？嗯，不错。什么？原来那守护者一直追的人是你？你这家伙，是要我们所有人给你陪葬吗？夺宝本就有风险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可你知道那守护者害我们损失多少人吗？是啊，这次损失太惨重了，确实太过分了。他是想自己独吞那些宝藏吧？至少你们还能活着从这里出去。同叔，我们走。黄埔妹妹，看来此次我们都空手而归了。以后还是别与那琳琅天走得太近为好。我们走。是是。林动，希望你能活下来。小烟。小妍，你没事吧？这是……原来这里面都是涅槃丹，难怪琳琅天那家伙拼了命也要抢回去。小子，面对这等强者，我们没有胜算的。事已至此，唯有一搏了。那雕爷也只能陪你搏一把了。你魔元变。天灵戟法，天龙戟。
小炎，你不亏去。周身的原力都无法击破，我的符魁真是太强了，看来只能试试那招了。你大荒求天指，半指撼天地。承受这门武学，什么？不好，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。你为何会习得本宗的秘传功法？说。师尊，弟子拜见师尊。天泽，想不到你还留在此地。守护宗派，弟子一刻都不曾忘记。老夫已将祖符的意志传给了这位少年，你就不要为难他了。弟子遵命。天泽，你做得很好。多谢师尊。前辈，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你既是师尊的传承者，还望你能好好利用宗门的遗泽。晚辈谨记。这远古宗派的信念着实让人佩服。小雕，小雕。灵动，雕爷，您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？那守护者呢？他已经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我们也尽快离开此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跟雕爷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嘛，
说来就话长了。现在就给刁爷说。你说大荒古碑的出口还能用吗？小子，别卖关子了，现在就说说。我们终于出来了。小子，接下来怎么安排？先提升修为，然后便是找回祖符。夫费尽心力，仍未能开启远古宗派的至宝。现如今，老夫已是迈入造化境大成，正是破除至宝封印的绝佳时机。若是能参悟远古宗派的奥秘，我阴魁宗必然能够称霸整个大燕王朝。立刻召集所有分部长老，返回本部，准备破除至宝封印。是。精神之火终于是炼成了。血符龙的妖灵果然非同凡响。小雕，刚刚我似乎隐约看到一个人形。哼，那可是雕爷还未丢失修为之前的样子，待雕爷修为恢复。小炎。太好了，小炎也提升了。小炎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想不到你这纯虎竟能凝结出妖灵，切，又让你沾了雕爷的光。哼。嗯，怎么纯虎不服气是吧？那就跟雕爷比划比划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们该出发去大魁城了。小子，你是要去阴魁宗？祖符既是被阴魁宗宗主取走，我们自然应该先从那里找线索。话是不错，
但你以为藤雷会打开大门请你进去？说不定他真会打开大门迎接我呢。我们走。你这蠢货。小爷。少宗主从古碑空间里得到这紫阴九魄，仅仅是修炼初期就如此厉害，假以时日必定是非凡绝技呀。可惜没拿到造化武学，倒是便宜了灵动那小子。可惜那小子死在了古碑空间之中，不然老夫定要亲手剐了他，为我宗儿报仇。化骨长老怕是没机会了，你那守护者的恐怖实力，那小子断然不会有丝毫活路。啊，少宗主说的极是。不过这次倒是意外发现了那座地下宫殿，只是那个守护者的实力太过强大。少宗主不必多虑，待下次古碑开启之时，可让宗主集结强者进入地下宫殿。若是能得到地下宫殿中的宝藏，那我阴魁宗超越四大宗族便指日可待了。是宗主的来信。父亲要我尽快请曹振书返回总部，他将在十日之后集全宗之力，破除当年从古碑内所获至宝的封印。啊，看来宗主已有了万全的把握。藤雷，快给小爷滚出来！是何人在外面喧哗？少宗主，是林动，那林动正在门口叫嚷。那小子竟然还活着！少宗主，召集所有人。今天我让他有来无回。是，所有人跟我走。彭磊，快出来，老友来访，你是让我去闭门羹吗？怎么了？居然有人在阴苦宗门口闹事？哟，这倒是新鲜，这小子疯了吧？开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灵动，想不到你居然能活着从大荒古碑出来。抱歉，让藤少宗主失望了。你小子居然会自己送上门找死，那尊高等符魁和你得到的造化武学，我今日便收下了。东西都在，只怕你没本事拿。你这狂妄的小子。少宗主，不用劳烦你出手，那小子交由我来处置。灵动，今日我要拿你来祭奠我家宗儿在天之灵。化骨长老，上次的伤可好利索了？小子，这次我非要把你的骨头一块块打碎不可。停！切！化骨长老，你好像不太灵活了吗？看来上次的伤还未痊愈呀。化骨长老，
小雕和小炎如何了？哼，如何呀，花果长老？还要继续吗？臭小子，我跟你没完！想不到那小子的调虎离山计还真管用。陈虎，我们走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什么事如此慌张？启禀大小姐，是林动。那林动正在阴鬼宗门前闹事。林动，你确定吗？属下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想不到他居然还活着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千千，怎么，你要出门呢？宗主。爹，是林动回来了，而且他还在挑战阴鬼宗。哦，就是之前你提过的那小子。有意思，我倒也想见识一下他的本事。爹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嗯。到此为止吧，花果长老，你不嫌累，我都快累了。还没见过你这臭小子，这人厉害啊！他是什么人啊？那人是林动，就是他打败了王岩。我听说古剑门也栽在他手上。哦，想不到化骨那老家伙竟如此不堪。看来林动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。化骨长老，你退下吧。少宗主，我怎么，你还嫌我阴鬼宗不够丢脸吗？林动，别欺人太甚。藤少宗主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。想不到藤雷所得的九品武学倒也是厉害。这招还真不好对付。魔猿变，藤少宗，这九品武学倒是挺厉害的嘛。小子，你的造化武学呢？怎么不使出来看看？该不会是你资质不够，无法修炼吧？哼，对付你还用不上造化武学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小子，你真以为靠这种蛮力就能胜过我？我现在就了结你！少宗主，杀了这小子！竟能将身体强化到这般地步，倒是与我大魔门不相上下。藤少宗，我说过，对付你根本不需要造化武学。少宗主，少宗主。小子，我今日必取你性命！所有人，启动阴鬼巨魔阵。可是什么？快！是，布阵。是。看来藤磊那小子是给逼急了，竟敢使出消耗如此之大的阵法。
爹，我们是否要助灵洞一臂之力？这是灵洞与阴鬼宗之间的恩怨，我们尽管隔岸观火就是。可是，开剑！你别忍了！这是阴鬼宗被人封了，快跑！天龙戟！这小子果然有本事。这臭小子！少宗主，这大阵消耗过大，弟子们快撑不住了。今日我必要取这小子的性命！所有人！再次发动大阵！是。小雕和小燕怎么还不出来？御雷劈！什么陈虎？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喵！看来这里并没有祖符的讯息。哎，我们算是白跑一趟了。喵！这是？居然是密道！走，进去看看。喵！陈虎，我们找东西。这里也没有。怎么有发现？陈虎，这可不像是什么藏宝的地方。不好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看来这大阵也不过如此。混账！再次发动大阵！啊，少宗主，弟子们的元力已经耗完了。这次阴鬼宗真是要栽跟头了。那倒也未必。小蝶、小炎，你们总算出来了。小子，我们快走。有祖父的消息吗？哎，这里没有，快走。好吧，我们走。老夫只是闭关一年而已，现在连一个无名小辈也敢到我阴鬼宗撒野。半步造化境。半步造化境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曹镇叔。曹镇叔，那小子是灵动，他屡次三番与我阴鬼宗作对，而且还夺走了我宗的高等符魁。哦，不曾想老夫仅闭关一年，大皇军竟然变天了。曹长老，那小子不仅杀了我儿化宗，还重伤了我，请曹长老替我报仇。化骨长老，想不到你竟如此无用。那小子确实有点实力，我阴鬼宗养着你这种废人有何用？曹长老，这是何意？既然你已无用，不如将精神力献于我，我自会替你报仇。放开我！这家伙竟然干掉了自己的同伴。赵宗主放心，那小子就交由老夫处置便是。想不到血徒手曹镇竟然在大鬼城之中，
爹，为何我从未听说过此人？曹震可谓是阴魁宗之中最为凶残之人，一直为阴魁宗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曾经仅凭一人之力血洗大理归元宗，人称血徒手。这次林动可是凶多吉少了。林动，林动，你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，找机会赶紧跑。半步造化境，我想试试到底有多强。哼，可别怪条爷没提醒你。小严，你退下吧。小子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。造化境抗衡，虽说那小子靠着强化肉体的功法能够与曹震对抗，但早期境与半步造化境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，只怕这样下去是撑不了多久了。人尽之力，什么？这小子死得太轻松，看来胜负已分了。走吧，芊芊，没什么可看的了。爹，若是您出手，必定能救下林动。哦，若是能救下林动，说不定可以让他为我大魔门所用呢。爹，嗯，啊，怎么回事？真想不到年纪轻轻竟能凝结出精神之火。曹长老过奖了，要对付你这等强者自然是要留一些底牌的。哼，你以为靠着精神之火就能战胜老夫吗？大荒求天指，
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爹。想不到曹真竟然败了。这造化武学的威力，着实是太恐怖了。小子，见好就收，找祖父要紧。嗯，说得不错。彭少宗主，我有些事想请教，劳烦跟我走一趟吧。小爷，放开我！你臭小子，快放开我！曹真说。臭小子，相府还未分呢，居然还活着，不愧是半步造化境强者。改日再战吧，曹镇长老。我们走，小爷。曹镇叔，救我！站住！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曹镇叔，林动那小子是彻底把阴魁宗给搅乱了，可能这正是我们大魔门的机会。走吧，芊芊。是，爹。林动，你为何要抓我？你真是要彻底得罪我们阴魁宗吗？自我杀了华宗之后，不是早把你们阴魁宗得罪了吗？放了我，我保证阴魁宗之后不找你麻烦。彭少宗主，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那你究竟想怎样？我只想知道一些你们阴魁宗的情报。做梦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你知道一些精神技能可以直接搜刮人的记忆，不过施展过后，那些被施法者会变得神志不清。我想你不希望我用这招对付你吧？你想知道什么？阴魁宗在上一次大荒古碑开启之时曾得到过一件至宝，那东西现在何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住手！我说，说，我的确是在大荒古碑之中得到过一件极为神秘的东西。那东西现在何处？在阴魁城中，我父亲将在十日后联合阴魁宗所有强者之力破除那东西的封印。林动，虽不知黑瞳老人的封印有多强，但若是真被阴魁宗宗主破除，那就麻烦了。阴魁宗之中有多少位踏入造化境的强者？加上我父亲，总共有三位造化境强者。竟有三位造化境强者，还真是棘手。你要知道的我都说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在造化武碑中得到的那部九品武学交出来吧。什么？你这个强盗！都怪属下大意，才会让少宗主被人请走。以你半步造化的修为，竟败给了一个造气境的小子，确实是属下轻敌了。属下一定会杀了那小子，将少宗主救出来。禀宗主，属下可以调集宗内强者搜寻少宗主的下落。且慢，蕾儿被抓一事先不要声张。这那个叫林动的小子既然能击败曹镇长老，想必也不是什么小角色。现今我们也不清楚他的目的为何，何况破除至宝封印的日子就在眼前，此时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加强戒备。是。
宗主，近日来鹰魁城丝毫没有动静，只是增派了护城的守卫。哦，藤岔那个老家伙居然这么沉得住气。爹，此事有些蹊跷。芊芊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藤磊是藤岔的独子，他居然能够不顾独子的安危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鹰魁城中有比藤磊更重要的东西。召集所有造气境以上强者，我们去鹰魁城走一趟。紫烟酒破果然厉害，多谢馈赠了。别总是板着一张脸嘛，我们就快到鹰魁城了。到了，这里便是鹰魁城吧。想不到守卫竟如此森严。小子，你打算怎么进去？哼，藤少宗主。小子，我已经带你到鹰魁城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应该知道有什么进城的办法吧？确实有另一条路可以进城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这里阴煞之气如此浓郁，我看是那藤磊故意给你指了条死路，他是想借着阴魁山的阴煞之气让你死在这里吧。难怪那家伙之前回答得那么爽快，这些阴煞之气还难不倒你雕爷。好了小子，我们走吧。三个造化境强者，那个应该便是藤岔，祖符就在他手上。小子，沉住气，现在下去就是送死。待他祭出祖符，我们再找机会下手。不过，他们在等什么？
啊，你看。啊。这是冲日之象。时辰已到，准备破除至宝封印。是是。我的本命灵符发出了极强的感应。哼，那就对了，那个就是祖符。祖符就在眼前了。护九阴魔玄阵。是。海阵。是想利用冲日之象引动地煞寒气来冲破祖父封印。如阴血眼，小公主，您这是……马老，我似乎感应到一丝极其怪异的元力波动。小公主的元力感应着实是敏锐，是否需要属下前去调查一番？不必了，马老，这丝波动转瞬即逝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。属下遵命。嗯，马老，那里可是天岩山？不错。当年少公主正是在那天岩古墓中获得涅槃心，深受公主的赞赏。少公主是否想要故地重游一番？属下们可陪同您一起前往。青楚姑娘，你是我的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马老，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要紧。我们走吧。是。我们走。是是是。威力着实强大，不知祖符的封印如何了。成功了。我阴魁宗必将横扫整个大燕王朝。恭贺宗主！恭贺宗主！恭贺宗主！不好，等等，小子！
是那位黑瞳前辈。祖符的封印必然不会那么简单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未得认可者与符无缘。哼，纵使你生前再强，如今也只是一道残影而已。所有阴魁宗弟子将此残影打散。是。何者？这怎么回事？都被吸干了，宗主，这至宝的力量太过诡异。宗主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那是什么力量？死亡之力。想不到那黑瞳老人仅是一道残影，便已强到这等地步。死亡之力？哼哼，那等掌控生死的力量。还不是现在的你可以理解的，或许以后你也能够达到那种通天的地步吧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有人偷袭我宗？妈，有人偷袭！藤刹，想不到你阴魁宗竟然还藏着这等宝贝。木雷。是大魔门的人，看来他们早就盯上阴魁宗了。这下夺取祖符就更麻烦了。穆雷，你们大魔门竟敢到我阴魁宗来夺宝，哼，怕是有些不自量力吧。藤刹，这宝物你阴魁宗显然无法处理。穆雷宗主说的不错。藤刹兄，此等至宝着实不该由你一人独占吧，不如我们一起研究如何。武宗，想不到你也来这里凑热闹。藤刹兄，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很难不引人注意啊。我们可都很好奇这至宝到底是何物。哼，你们敢！所有阴魁宗弟子，谁敢沾染我阴魁宗之物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哼，大皇军的三大宗派都到齐了。芊芊，一会儿开战，你直接去夺取那宝物。是，爹。哼，宗夺宝可没那么容易。
送到两尊高等符魁。符魁，攻击！大小姐，交给我们便是。有劳两位长老了。我有武盟弟子，全力夺取至宝。是。想不到，阴魁宗竟还有两尊高等符魁，这等战斗力，不愧是大皇军第一宗派。那大魔门和武盟的几位长老，至少也都是造化境强者，要夺取祖符，只怕是更加困难了。小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再等等，总会有机会的。看来这些年两位的实力没有丝毫精进啊。武器身体，火影力，四八，不好意思，领先两位一步。不久之前，我已突破至造化境大成。混账！吴雷、武宗，现如今你们可还想动手？藤岔，你的实力的确有些出乎我们意料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你也无法破除那至宝的封印。两位，老夫倒是有个提议，集合我们三个门派的强者一起破除至宝封印如何？若你们真能帮我解开封印，我愿与两位共享宝物。此话当真？那是自然。好，我武盟愿意出一份力。穆雷宗主如何呀？还望藤岔宗主说到做到。当然。九位造化境强者，想不到竟能见识到这等阵仗，竟是集结了九位造化境强者，这等实力必然能破除那至宝的封印。我们大荒军三大宗族既会有联手。是啊，这么多造化境强者，放眼大元王朝都是少见吧。各位准备破封。是是。破！小飞，竟敢在我阴魁宗撒野！那是，是林动那小子。
个造气境的小子，竟妄想冲破至宝的封印，等着被化作尘土吧。愣着干什么？难道一个造气境的小子就把你们给吓住了？把东西给我夺回来！是，宗主。宗主。是。宗主，夺走至宝那小子，那小子就是林动。哦，原来是那小子。两位。今日之事是我阴魁宗与林洞之间的恩怨，若谁想插手，便是与我阴魁宗为敌。爹，想不到林洞竟然能破除那宝物的封印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如今藤刹那老家伙已是造化境大成，我们已是无力对抗。若是藤刹夺回宝物，岂不是……希望林洞那小子能顺利逃脱吧。武宗竟然全体出动了，一定是林洞那小子败露了。畜生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过来啊！是我最快的速度了，妖也来救你。哈，一个造气境的小子为何有这等力量？召唤符魁，绝不能让那小子逃走。这小子竟然也有一尊高等符魁，看来只能硬拼了。魔元变天，想要拼死一搏吗？仅凭一尊高等符魁可救不了你。符魁是
对付。一起上，速战速决。小子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把宝物交出来，我们会让你死得痛快些。林动，你我二人合力，还有逃脱的机会。只能放手一搏了。宗主，藤昌，这下就麻烦了。你果然有点本事。林动，什么？林动，少宗主就是被这小子抓走的。想不到那宝物的封印竟被你一个小辈给破除了，看来你也曾进入远古宗派的遗迹之中，莫非你从中得到了开启这宝物的方法？哼，藤岔宗主太高看我了。关于这宝物，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。待我把你练成符魁之后，你自然会告诉我的。小雕，若是我们合力出手，能有几成胜算？这老家伙可是造化境大成强者，我们的胜算不会超过三成。所有阴魁宗弟子，诛杀此人。是。混账！小子，去死吧！那是小严。你这畜生！爹，爹，救救我！雷儿，少宗主，爹，杀了这小子！藤少宗主，只要你爹愿意放我走，我保证不伤你性命，希望你好好配合。藤岔，你若敢妄动，我便宰了藤雷。林动，你若敢伤雷儿丝毫，我必定会让你后悔的。让所有阴魁宗的人都退开。林动，只要你交出宝物并将磊儿放开，我以阴魁宗宗主的身份向你保证，绝对会让你安然离去。哼，少跟我胡扯，莫非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他？爹，所有人都退下。是。好了，赶紧放开磊儿。小子，现在总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待我安全离开，自然会放了你。走。林动，小心。这老家伙，竟如此狠毒！
小宗主他。还有半口气，找人照顾他。是，宗主。您这是？我去追那小子，你们尽快跟上，绝不能让他带着宝物跑了。是。没事吧？幸好避开了要害，这次真是大意了。想不到藤叉竟如此狠毒。啊！灵动，那老家伙追过来了。啊！哼！小严。靠着那只触手就能逃跑吗？那老家伙竟能跟上小严的速度。小严，快！想跑。小子，你已经无处可逃了。这玄阴剑便是你的葬身之地，只能跟着老家伙硬拼了。蝶舞爷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想要垂死挣扎吗？大荒求天职。一指求天地。竟然是造化武学。山壁起，这造化武学确实厉害，不过以你造气境的实力，连这武学一成的功力都发挥不了。走。是。
这小子居然还活着。宗主，小子，乖乖交出至宝，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林动，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唯有一条路可走了。藤岔，那么想要宝物，就跟我来吧。小岩，走。小子，给我站住！宗主，您怎么了？宗主，拦住他！小子想要玉石俱焚。是。混账，立刻下去追。宗主，这玄阴剑深处的地煞寒气太过浓郁，只要进去就是必死无疑啊。今日起，所有阴魁宗弟子驻守在玄阴剑周围，那个灵洞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是。小子，这里寒气太重，雕爷也抵挡不住啊。小爷危险。小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小雕，小子，你伤得不轻，还是先别动了。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玄阴剑的深处，我们正处在一个无风带之中，地煞寒气并不会进入这里，所以我们暂时算是安全了。小雕，亏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并不是雕爷找到的，是那石符。什么？石符？不错，若不是石符保护，你早就被地煞寒气给撕碎了。小岩，得赶紧找到小岩，万一他被地煞寒气……哎，小子，跟你说过别乱动，你现在的伤能活着就不容易了。可是，小子。你也别太小看那纯虎，他本就是妖兽，何况又吞噬了血符龙的血脉，凝结出妖灵，在这玄阴剑之中，他存活的几率可比你大太多了。嗯，小岩确实也变强了不少，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嗯，小子，先别想太多，当务之急还是得先疗伤，之后我们再想办法。嗯，好吧。不行，这里的天地元力太过阴寒，根本就无法炼化吸收。哦，应该是受地煞寒气的影响。小子，把乾坤带给我。啊？你要干嘛？借你20万纯元丹一用。嗯？20万？你要这么多纯元丹做什么？小雕，这是嘿嘿嘿，你就等着吧。
北原玄阵。小子，你再汇聚元力试试。元力可以被炼化了。这个法阵可以净化掉天地元力中的阴煞之气。不过200000纯元丹的消耗也够大的。你这小子怎么到现在还是抠抠搜搜的？既然这样，我劝你还是抓紧时间恢复。200000纯元丹也只够这法阵维持5个时辰。什么？好吧，可不能浪费这些纯元丹。不过才2个时辰，这小子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小子，你怎么样？伤势已经痊愈了，而且体内的元力也非常充裕。你这法阵还真厉害。切，那是当然。接下来得想办法出去找小炎了。奇怪，我完全感应不到小炎的元力。哼，这不奇怪，地煞寒气会隔绝元力的感应。不过雕爷倒是有个别的想法。哦，什么？在这里炼化吞噬祖符。在这里？不错，虽说玄阴剑环境凶险，但这地煞寒气却也是一道天然的元力屏障，而开启祖符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元力波动。嗯，不错，之前藤岔仅是为了破除祖符的封印，便引来了那么多人争夺。若是祖符被人察觉，恐怕会引来更为强大的势力。嗯，好吧。未得认可者，与符无缘。看来吞噬祖符终于回到了传承者手中。拜见前辈。接下来就看你是否能够得到祖符的认可了。祖符的认可？对于继任者，祖符会有他自己的选择，你可准备好了？小子，祖符绝非是寻常的宝物。雕爷当年曾见过一位绝世强者想要炼化火焰祖符。最终他被天火焚为虚无，而在祖符中，这吞噬祖符又最为神秘，就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倒是有什么危险，雕爷也是爱莫能助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谢了小雕，我会小心的。黑瞳前辈，我准备好了。吞噬祖符，开！这就是吞噬祖符原本的样子吗？开始吧。灵动。这小子的精神力已经进入祖符之中了，灵动，你可一定要活着出来呀！难道我已经进入了吞噬祖符之中了？可
可是如何才能得到祖父的认可呢？这里只是一片虚无之地而已。黑瞳前辈，有人吗？这算是考验吗？终于有人了，请问小家伙，你是迷路了吗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一切黑暗的源头，我便是吞噬祖符。你是吞噬祖符？既然你能见到我，表示你得到了黑瞳那小子的认可，但是你能承受这吞噬之力吗？你所有的难关都将消失，你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我吞噬，你将永远被困在黑暗牢笼之中。已经三个月了，这小子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最好能快点出来，雕爷可不想在这破地方待一辈子。妖兽，正好陪雕爷打发时间。出去了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青檀，是做噩梦了吗？我怎么会？青檀，这里是？哥哥，你睡糊涂了吗？这里当然是我们家呀。什么？难道真的是梦？哥哥，跟我说说什么梦把你吓成这样？冬儿，青檀，我回来了，这次可是从临城给你们带了好东西。爹，爷爷。爹，爷爷，这次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傻丫头，看把你急的。还好，还好，只是一场梦。灵动。青竹姑娘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想不到现在的你竟还如此孱弱。我，你果然是一个只会口出狂言的家伙。等等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，青竹姑娘，我会证明的。你这只蝼蚁，只能证明自己有多么的渺小。狼天，乖乖缩在自己的乌龟壳里吧。狼天，我会打败你的。哥哥，别发呆了，快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冬儿，爹可是带了宗族的武学给你。冬儿，别傻站在那儿，跟爷爷回家吧。如果这都是真的。Yeah.
了。够了。爷爷，爹，青檀，我会回去的，会回真正的林家，我会继续在黑暗中前行，感受着吞噬之力，我将与吞噬融为一体，我即是吞噬。小家伙，想不到你竟能到这里。所以我已经通过考验了吗？不错，我认可你成为祖符的传承者。从今日起，我将与你融为一体，你即是吞噬。祖符传人，当天地古劫来临之时，这个世界需要你来守护。过去半年时间了，哼，这小子却还是没有半点动静。喂，不知道这里是你雕爷的地盘吗？切，竟然是八眼地魔蛛，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等恐怖的玩意儿。只要将他从林洞身边引开就好。想不到这东西还挺聪明。喂，到雕爷这里来。知道这半年时间雕爷是怎么过的吗？什么？才半年时间？我在祖符之中感觉已经过了上百年之久，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永远出不来了。看来你小子确实经历了一些磨难，不过能够成功炼化祖符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哎呀，看看这雄厚的精神体，你至少已是高级灵符师的境界了。对了，我的肉身……放心，有雕爷看着呢，在那边至少还能动吧。小雕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切，少拍雕爷的马屁，赶紧回肉身，带雕爷离开这鬼地方。小子，感觉如何？看来这半年时间元力没有丝毫提升。你这身体都假死大半年了，还能动就已经不错了。说的也是，
接下来我们得离开这玄阴剑了。这半年时间不知小炎如何了。小雕，我们走。宗主，我们已准备妥当。你确定吗？属下追踪的畜生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，那畜生的习性已经被属下摸透了，我已安排人手提前做好埋伏，他今日必定落网。那畜生半年来杀了我宗不少人，显然是想为他那个主人报仇。这次您能亲自出马，他必定是在劫难逃了。嗯，那畜生出现了。动手，给我拿下这头畜生。是。成功了，半步造化境。吞噬祖符果然强大，竟能将地煞寒气直接转化为天地元力。祖符这等神物，有这种能力也不足为奇。小子，吞噬祖符的能力应该不止如此，能将它发挥到何等地步，还得看你这个持有者如何使用它。那我可以借着此地的地煞寒气，一举突破这造化境大成。小子，莫要操之过急。啊，虽说你凭借着吞噬祖符的炼化之力，短时间内便从造气境突破至半步造化境，但别忘记，你的元丹也是有极限的。若是急于求成，说不定你会因元丹炸裂而亡。什么？像祖符这等天地神物，更是需要谨慎使用。若是掌握不好分寸，只会将自己反噬。雕爷我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明白吗，小子？嗯，明白了。我们加紧离开此地。嗯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鬼地方。哎呀，快了，待宗主将灵动的妖兽炼制成兽魁，我们就不用守在这里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到时候那只畜生便会帮宗主找到灵动的尸体。啊，那样的话宗主便能找回至宝了。什么人？你是灵动？说，你们把小炎怎么了？他已经被宗主抓住，带回阴鬼宗了。藤岔，感谢各位今日赏脸光临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跟大家商量个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大荒郡是大炎王朝第一大郡。但我们各宗各派的实力地位都远逊于四大宗族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。如果我们能联合起来，绝对足以跟四大宗族平起平坐。藤岔宗主言之有理，我们大荒郡早该联合起来了。说得不错，傲荒门愿意追随藤岔宗主共地盟约，我们也愿意加入。龙腾加入，辟荒帮也加入，开天宗也愿意协盟。我也加入，我也加入。武宗兄，穆雷兄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这个姿势体大，还是从长计比较好。我也得回去跟盟内兄弟们商议一下才行。是灵动的坐骑。各位对这畜生并不陌生吧？
今日老夫要将他炼制成兽魁。他是想借那妖兽寻回被林动夺走的至宝。若是藤岔寻回那至宝，吞并我们大魔门是迟早的事。在老夫寻回至宝之时，便是我大荒郡崛起之日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藤岔。那小子居然还活着。林动，你竟敢对小炎动手。林动，想不到你竟能从玄阴剑活着出来，倒是省得我用这畜生去找你。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哼，狂妄的家伙，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我便让你有来无回。嗜血魔臂。光明的打一场，放我出来！林动，你要干什么？林动用的是什么招数啊？难道是精神力？精神力能达到这等境界？曹镇长老，宗主救我！宗主！什么？曹真竟然！想不到这半年时间，林动的实力变得如此恐怖。曹真长老，林动，你竟敢杀我宗的门人！大荒郡所有宗派，诛杀此人！诸位，今日之事是我林动与阴魁宗的恩怨，和在场的其他人无关。但若是有人要站出来与阴魁宗一起，那曹真就是你们的结果。那林动的实力太惊人了吧？怎么办？高者可是半步造化的强者，这林动一招就……阴魁宗的恩怨与我们大魔门无关，五盟也不会参与。走吧，我们也不参与。喂，这跟我们也没关系吧？快，我们也退下吧。哼，一群没用的东西，老夫便亲自解决你。造化青山，什么？天灵极法，四季合一，造化山壁。宗主，你。
将藤岔逼到如此地步。藤岔的实力绝不止如此。那林动明明只是半步造化境，却能压制住藤岔，着实让人意外。造化境大成，不过如此。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造化武学——大荒焚海印。这也能称之为造化武学？大荒求天指。一指求天地，给我过这就是你最强的武学，大荒求天指。二指碎山河，什么？那小子竟然连续施展造化武学，阴魁血哭印。歪门邪道，看来藤岔这次是彻底败了。林动的实力太强大了，如今恐怕这大荒郡中已找不出能够与其媲美之人了。阴魁宗弟子保护宗主。是。所有弟子启动护宗大阵。是。所有阴魁宗弟子发动护宗大阵。是。林动，总是你再有本事无法抵御我的护宗大阵，将至宝交出来，便让你和你的妖兽安然离去。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护宗大阵，开！看来这是阴魁宗最后的底牌了。不知林动要如何应付？吞噬之道。什么力量？这力量太诡异了！吞噬万物，禀少公主，法阵已修复完毕。嗯，少公主。这法阵显然是人为破坏的，
难道是有人想阻挠百朝大战？嗯，少公主，刚刚的元力波动是？那是我先前感应到的怪异波动，只是这次的波动强大了许多。少公主，我们是否前去探查一番？想必这绝非是寻常的宝物吧？我们的任务是查探远古战场周围的法阵，若这力量真有什么奇特，师父也会另有指示的。少公主说的是属下鲁莽了。走吧，我们去下一处法阵。是。少公主，属下认为我们应该留守一人在此，说不定那些破坏法阵的人还会回来。嗯，马老言之有理，那我们留下一名弟子看守在此。属下愿留下看守此法阵。这种小事交给弟子们便是。属下是担心若对方的目的是阻挠百朝大战，想必实力应该不容小觑。既然马老坚持，那便有劳了。我们走。是。机不可失啊。林动竟以一人之力击溃整个阴魁宗，看来这便是那至宝的威力。所幸至宝是被林动所获。藤刹，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。快，再次发动大阵。宗主，我等已经没有余力了。林动，真该把你早点解决掉。哼，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林动，藤磊，你想做什么？做得好，雷儿，干掉那只畜生。走吧。小言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爹，收手吧。林动兄，还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阴魁宗吧。逆子，阴魁宗什么时候求过人？少宗主，所有阴魁宗弟子杀了那小子，夺回至宝。吞噬之力，我阴魁宗必然能够称霸整个大燕王朝。小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似乎能看到藤刹的一些记忆，想不到吞噬祖父还有这种能力。爹，想不到藤刹竟落到如此下场。藤刹竟然被干掉了，那林动简直就是怪物吧？林动竟以一人之力，阴魁宗恐怕要一蹶不振了。穆姑娘，穆雷宗主，多谢两位所赠的纯元丹和这身战袍。林动兄弟说笑了，此次你打垮了阴魁宗，算是为我大魔门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么在下便告辞了。公子接下来可是要前往林氏宗族参加族比？正是。相信以公子的实力，定能在族比中脱颖而出。多谢穆姑娘。对了，有件事还想请穆姑娘帮忙。公子请讲。还请穆姑娘
帮我照顾一下大英城的英之武馆，这人情以后若有机会，在下必当报还。林动公子客气了，这件事就交给芊芊吧。多谢，我们后会有期，告辞。林动兄弟一路顺风。林动兄走好。林动兄，林动兄弟保重。保重啊，保重啊。芊芊，你既然对他有意，何不劝他留下呢？他只不在此，任谁也是留不住的。林小姐，请多指教了。林红表弟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哦。笑儿，啊，爹，嗯，足笔之事安排的如何了？如今小辈之中，林霞与林红两人均已是元丹境大圆满了。此次足笔，我们必然能有不错的成绩。是林霞胜。林霞，最近又有进步，不错。多谢林校叔。林红，还得再加把劲儿啊。是。好了，今日的比试到此为止。足比将近，大家不可怠慢。是。林小姐，刚刚那招真厉害。最近可有动儿的消息？听路过的商队提起，动儿似乎在大荒郡闯出了一些名堂。哦，哈哈，想不到动儿竟能在大荒郡闯荡。对了，青檀呢？怎么一直不见他？那丫头独自去深山修炼了一年，现在已是造气境强者了。想不到如今青檀竟有如此这等实力，看来此次足比我们又多了一份胜算。不过自从他修炼回来之后，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总是神神秘秘的。哦，前辈。考虑好了吗？是否跟我一起走？多谢前辈一年来的教导，不过我还是想与我的家人在一起，还望前辈能够谅解。青檀姑娘不必顾虑，我并不强求姑娘一定要跟我走。多谢前辈。带着这个。这是？这是我宗的信物，若有一天青檀姑娘想要了解自己真正的力量，便以此物召唤我，相信不久之后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真正的力量，为何特意来这阴魁山？我在藤刹的记忆中看到，他似乎在这里藏着什么东西。这里的地煞寒气越来越重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
防御的地煞寒气。小子，别再往前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尊灵魁，而且还是最为恐怖的血灵魁。血灵魁？灵魁本就比浮魁更为强大，实力相当于涅槃境强者，而这血灵魁是灵魁中最为强大也是最危险的。想不到藤岔竟然藏着这么恐怖的东西，若当时他罩住这血灵魁，凭藤岔的实力绝不敢收服这血灵魁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血灵魁的煞气极强，很容易反噬主人，这东西一放出来就会开始疯狂杀戮。这么危险，难怪藤岔没敢动手。看这阵法，应该也是很久之前某位强者将他封印在此的。藤岔只是运气好，在这里建立山门，才发现了这尊灵魁。他应该也一直在寻找驯服血灵魁的方法。这血灵魁太危险了。走吧，我们得将这里的通道毁掉，这种东西还是永远封印在这里为好。小雕，小子，这么强大的灵魁若是留在这里岂不可惜？哦，难道你有办法收服这血灵魁？嘿嘿，现在的我肯定是不行，不过他应该可以。你是说石符？这石符本就是奥妙无穷，可以先将血灵魁封印在石符中，待日后好生磨练，倒并非不能将其驯服。你确定可以将血灵魁封印进去吗？虽说没有绝对把握，但至少也有七成。若你有涅槃境的实力，绝对能轻松开启石符之力。走吧。小子，若是收了这血灵魁，大炎王朝之中能够威胁到你的人将会屈指可数啊！况且这也是打败琳琅天一张绝好的底牌。以琳琅天那家伙的资质，相信这半年的时间早已是突破至造化境大成的境界。说说吧，如何开启石符之力？小子，这样才对嘛，就像你说的，凡事都有风险。好了，快说吧，如何开启石符之力？来，你仔细听好了。你需要将全部元力集中到这两条经脉，传入石符之中，然后，哎，等等，不对，是那两条。什么？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呀，你小子急什么？让刘云想想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两条。接下来，小子，我说的你都记清楚了吗？一会雕爷会将封印解除，封印解除之后，血灵魁的实力还不会全部恢复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。明白。陈虎，你就负责吸引血灵魁的注意。很好，那雕爷便开始了。喂，
下麻烦了。小严，混账！血更多血！大荒分海印！这东西简直和疯子一样！不回！一切活物，在那之前，他是不会停下的。你全力开启师符，我和春虎会拖住他。可是，妖夜快撑不住了，春虎，快来帮忙！对付，春虎，不知道那小子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开启石符，我们尽量争取时间。还是无法开启石符。得赶紧想别的办法。那些地煞寒气有了。这小子怎么还没好？喂，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小调，你们再坚持一下。小子，你陈虎，小子，你最好快点儿！吞噬之力，
幸好有这吞噬祖符在，而且你们也帮我争取了不少时间，不然还真收服不了这血灵魁。小子，今后还是不要轻易使用吞噬祖符，万一被人察觉祖符现世就麻烦了。这次也是情况危急，今后我会小心使用的。不过这血灵魁如此狂暴，又怎么使用呢？这个你倒不必担心，你的精神力会在食符之中慢慢融入他体内，过段时间便会凝结成精神烙印，到时候他便是你的灵魁了，有需要你就可以将他召唤出来使用，不过时间不能太久，否则血灵魁容易再次失控。啊，还会再次失控？看来还是得谨慎使用。不过这次也算是得到了一张强力的底牌，离祖比还有不到三个月了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嗯，这两年我们也算收获颇丰。走吧。小子，既然还有时间，雕也觉得你可以将大日雷体修炼至大成境界。哦，雷体大成会很困难吗？嘿嘿，雕爷路上跟你细说。我宗派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沉不住气。你到底想干嘛？等等，少宗主，少宗主，你们之前应该得到过一样宝物，现在何处啊？那个东西已经被一个叫灵动的人给夺走了，那人现在何处？我只知道他已经离开大荒郡了。灵动，老夫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分家的小辈实力又能如何？这种事就没必要在这里说了吧。林动在大荒古碑之中与狼天都获得了造化武学，在场的弟子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况且他最近在大荒郡的事迹也广为流传。哼，传言难免夸大其词，难道一个分家的小辈能与狼天相提并论？我并没有比较的意思，而是说宗族与分家只要有优秀的人才都应该为我林氏所用，这样我族才能更为强大。一派胡言，难不成我们林氏宗族还要借助分家的力量吗？族长，您倒是说说这像话吗？这哎呀，族长，哦，祖比的事情讨论完了，狼天来了。见过族长。嗯，狼天，我与几位长老商议过了，此次祖比就由你来负责，长老们也会一同协助你的。多谢族长与诸位长老的信任，狼天定当竭尽所能。嗯，好，今日议事便到此为止，诸位全力准备祖比吧。是。杀了那个叫林动的小子。一个分家的蝼蚁根本不足为惧。那小子身上有着特别的东西，我可以将力量借给你，杀了他，把
卖给我。闭嘴！我不需要借助你的力量，也能杀了那小子。别忘了，你能有今日的地位和力量是谁给你的？听我的命令，没有我，你林琅天什么都不是。林琅天少爷，林征长老求见。林琅天少爷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林征叔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来我这边？啊，琅天，今日族长宣布由你来负责此次族比仪式，我是想来问问你对此次族比的安排有何想法。啊，当然，并非我一人想了解，其他长老也都很好奇。林征叔，只要能确保我宗族弟子能得到好处，一切都好说。好，琅天的意思老夫明白了。今日在议事厅，林木那老家伙居然向族长举荐一个分家之人，哼，简直可笑至极。如今林范族长也已是老糊涂了，林氏宗族的希望还得在你琅天身上呢。我与那个灵动打过照面，他就是个目中无人之徒，还敢屡次顶撞宗族的指令。啊，什么？他是哪一支分家，敢如此放肆？盐城分家。哦，是林震天那没用东西教出来的人呢。既然林征叔了解他们，那族比时可得好好招待他们一番。哼哼，会的，我会好好招呼他们的。雷体大成果然强悍，我现在的身体强度又提升了一大截。嗯，还凑合吧，毕竟这只是门上乘炼体功法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你在这大炎王朝也算难逢敌手了。哼，对了，这次我修炼了多久？嗯，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吧。什么？已经两个月了？这样要赶不上族比了。小炎，我们走，得赶紧回盐城。小雕，小子，嗯，怎么了？我感觉有一股气息正在接近我们。啊，是什么境界的强者？不清楚，对方在刻意隐藏自己的气息，只怕是来者不善。哦，气息开始移动了。难道老夫被他发现了？既然这样，老夫也就没必要偷偷摸摸的了。小子，感觉到了吗？是涅槃境强者的气息，他正在全速靠近我们。我们跑得掉吗？他若全力追击，我们肯定跑不了的。混账！小子，打算怎么办？既然躲不过，那便会会这位涅槃境强者吧。小燕，哦，
事有趣。不知前辈为何一直跟着在下？半步造化境，高级灵符师，当真是位天才少年，想必你就是林动吧？前辈过奖了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老夫是为吞噬祖符而来的。吞噬祖符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究竟有没有吞噬祖符？老夫一探便知。小友，劝你不要乱动，万一老夫控制不好力道，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。奇怪，竟然真的没有。前辈，在下说过，从未听说过什么吞噬祖符。但老夫却是在阴魁宗感受到了吞噬之力的波动。小友，你还是跟老夫走一趟吧。前辈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恕难从命。哼，老夫可不是在与你商量。不错的炼体功法，老实待着。小家伙，你的实力在大炎王朝也许还不错，不过在我面前也就不过如此了。血灵魁，侥幸所得。以为靠着这血灵魁就能击败老夫？血灵魁，去！老夫搞错了，这确实不是吞噬祖符。我说过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吞噬祖符，还请前辈归还灵符。不过这灵符也有少许的吞噬之力，想来应该是拓印子祖符。老夫还想留下来继续参悟，
说不定会有吞噬祖符的线索。什么？老夫也不会白要你这小辈的东西。这样吧，给你一本功法作为补偿。太清游天步，这是一部造化级的武学，它的价值肯定够得上你那灵符。嗯，好吧，那在下便告辞了。嗯，哎，真是晦气，想不到只是一枚拓印的灵符而已。哼，不过至少也是有线索了。嘿嘿，若是老夫得到吞噬祖符，麻了。少公主，小子，亏你能想到用灵符骗过那老头。哼，当时也只是赌一把，想不到那老家伙真的行了，而且还得到一门造化级的武学。小子，你最好还是看一眼，那老头可不像是什么好人。啊！混蛋，竟然是残本！这老家伙，哼，你看，妖也没说错吧？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和之前那老家伙战斗。哦，竟有人和涅槃境强者交手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那老家伙竟落于下方，对方究竟是？是他。马老，你竟敢违抗师命，擅自行动，跟我回去，听候师父发落。老夫可不比你这位天之娇女。任何稀世珍宝、绝世武学都唾手可得，如今好不容易有祖符的消息，老夫是绝不会放手的。炼血归元，开！那老家伙，他的实力又提升了。那家伙是在燃烧自己的精血来强行提升实力。虽说这种做法对身体伤害极大，但确实可以扭转胜负。既然马老如此执着，那也休怪青竹不留情面了。修罗掌。是何人在此？糟了，被发现了。在下只是在此地修行，听到一些动静才来探查一番。小女子只是在处理宗内事务，抱歉打扰到阁下了。现在已处理妥善，便不再打扰，告辞。哼，小子，你不是对那林青竹朝思暮想吗？怎么，现在人到面前，你却躲起来了？
望下次见面，你不会还像现在这般弱小。现在还远未到见面的时候。我原以为这两年自己还算有点长进，想不到。小子，你也不要太灰心。那林青竹背后的势力想必是极其的强大，现在的你自然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。你也不要太过着急，一步步来吧。何况你现在可是祖符持有者，相信你小子将来一定能在这天玄大陆闯出一番名堂的。说得不错，我要先在族比中证明自己。我们走，直接去林城。分家垃圾竟也配来参加族比？在本场比试，宗族林峰胜，盐城分家林红出局。哼，赶紧把这个分家的垃圾拖走。居然对自家人出手如此狠毒，快把林红接回来。是。这些宗族的混账。林氏宗族林芒胜，盐城分家林霞出局。族内比试不是应该点到为止吗？为何宗族弟子出手如此狠毒？继续下一场比试。这太过分了。小儿，算了。可是这显然是在针对我们。什么？你看其他分家。只有我们是与宗族弟子分在同一组，而且与林红林霞他们对战的都是宗族弟子中的高手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必然是有人做了手脚。这盐城分家的实力也太弱了，林木长老，你举荐的林洞便是这盐城分家的吧？怎么族比也未见他登场？看来是林木长老识人有误啊！盐城分家林青谭胜，林氏宗族林琛出局。什么？
承让了。竟有人击败了宗族弟子，这分家的小丫头厉害啊！这是哪个分家的？盐城分家。这分家之中居然还有这等高手，看起来年纪还很小，长得还挺可爱的吧？好样的，青檀。林峰。且慢。嗯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在下林峰，要向盐城分家发起挑战。挑战？宗族弟子林峰向盐城分家提出挑战。这竟然提出挑战？这摆明是针对我们。林青檀，你可以选择继续出战，也可由你们分家之中其他弟子出战。若是弃权，则你们盐城分家出局。什么？小妹妹，我劝你还是弃权吧，你也不想像你们家那两个废物一样。哼。银征长老，这么做是不是对盐城分家太不公平了？挑战本就是族比的规则之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既然是规则允许，那林木叔也不应该提出异议了。林木叔，你似乎对于盐城分家过于关心了。林青檀，盐城分家是否接受挑战？我接受挑战。盐城分家接受挑战，比试开始。这小丫头有气魄呀！盐城分家这是输定了。林峰可是宗族弟子里的高手啊，这盐城分家是得罪宗族了吧？青檀，混账！那林峰可是造气境大成的强者，青檀还不是他的对手。洞儿怎么还没来？在下还真是佩服姑娘的胆识。请赐教。哼，自讨苦吃。哎！呵！嗯，什么？哎！呀！哎！耶！哎！耶！哎！是封印，认输吧。什么？这分家的小丫头？哎呀，这盐城分家的小姑娘好厉害啊！想不到宗族的林峰居然输给一个小女孩。是啊，这谁能想得到啊？这姑娘什么来头啊？怎么会？想不到盐城分家除了林动之外，还有这等高手。青檀，对了，青檀这功夫是跟谁学的呀？这我也不清楚。这个分家的臭丫头，竟让我在族比中丢脸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种分家的垃圾的。哦呀！你居然用丹药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。哦，谁看见了？他违反规则，在比赛中服用丹药。哦，没有吧？比赛继续。什么？小丫头，赛还没有结束呢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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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林峰怎么突然变强了？哼，让你这分家的丫头见识一下。什么是宗族的武学？这气息是烈焰掌。啊！啊！耶！什么人？
小子是什么人，竟敢在族比撒野。林动哥哥，青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喂，你小子是聋了不成？没听见我在问你话吗？让我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不长眼的东西。你这臭小子！哥哥小心，他又要用丹药了。靠丹药压榨潜力，真不要脸！你这小辈是何人？难道你不知道族比的规矩吗？把你家的长辈给我叫出来！规矩？此人在族比上服用丹药，你怎么不出来说话？什么？那林峰居然在族比中服用丹药？难怪他突然变强了，想不到宗族弟子竟然干这种龌龊之事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这也太无耻了吧！你这分家人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老夫定要好好教训你一番。这是哪只分家人这么厉害？实力起码也是半步造化境了吧？分家之中还有这种人？你这小辈究竟是何人？盐城林家，林动。动儿，动儿，是林动。林峥长老，林峰在族比中服用丹药，这显然违反族比规则。此事若不处置，我宗族如何服众啊？林峰违反族比规则，将他拿下。什么？林峰师兄得罪了。等等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林峥叔，救我！林峥叔，小辈，你确实有点实力，不过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劝你还是自行退出族比为好。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丫头，你都长成大姑娘了，怎么还和小孩一样粘人？怎么了？哥哥，这两年时间你的变化可真大。小妍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。青檀，你和小妍先去爹他们那里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哥哥，我跟你说。由于林峰违反比赛规则，本场比试盐城分家胜。等一下，我要提出挑战。真是不识好歹，你要向哪支家族挑战？小子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？加油，哥哥。小妍，我们走吧。我要挑战林氏宗族，林狼天。他说什么？要挑战谁？刚刚是我听错了吗？他要挑战林狼天？什么？什么？这家伙也太鲁莽了！这一年以来，林狼天大哥的实力可谓是达到了恐怖的地步。胡闹！一个分家小辈，有什么资格向狼天挑战？太不像话了！这分家的小子是不是自信过头了？难道这分家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什么分家宗族，在比武场上只有实力为尊，若是有谁不服，便站上来告诉我你们高贵在哪里。林东，休得放肆！在林氏宗族面前，岂容得你在这里大呼小叫？速速退下！林峥长老，林东说的也是不错，族比本就是论实力决胜负，分家与宗族并无区别，何况他提出挑战也是规则允许的，不是吗？林狼天，难道你连站上这武斗台的胆子都没有吗？要挑战也可以，但若是随便来一个三脚猫吼两声就要让狼天出面，那狼天岂不是得忙死？至少要证明有挑战的资格吧。你想要什么资格？林青、林木。竟敢挑战林狼天大哥，
你这分家人倒还真有胆量嘛。依我看，这是自不量力。竟然是双胞胎，是林青和林木两兄弟，这两人可都是半步造化的巅峰强者。林动，若你能战胜他们二人，便有挑战狼天的资格。我们二人的实力在宗族弟子之中仅次于林狼天大哥。这样吧，由你来挑选我们中的一个做你的对手，免得别人说我们欺负分家人。不必这么麻烦，你们两个一起上吧。什么？十回合内若不能胜你们，算我输。那分家的小子也太嚣张了吧，一个分家人凭什么如此张狂？好好教训他一顿，把他打下去。这家伙真是，看你这小子还能嚣张多久。林木，这小子不会是认真的吧？我倒想看看这分家小子有什么实力敢如此嚣张。两位可以开始了吗？小子还敢妄言十招之内击败我们吗？我只是想给两位留些面子，接下来可要看你们的真本事了。你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的。碎天魔杯掌，紫影九破，这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林青、林木居然会说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竟然只用了一招就，仅一年时间，林动又提升了一个层次。但是，你真的能撼动林狼天大哥吗？我现在可有资格了。哼，这个可恶的小子。林狼天要应战了。那个分家的林动竟然只用一招就将那两人击败了，想不到分家之中竟真有人能挑战林狼天。谁能想到本次组比会这般精彩，那林动居然能走到这一步，这次可是龙争虎斗啊。究竟谁才是林氏宗族的天之骄子啊？这分家小子不简单，你可要小心应付。林正叔，你多虑了，我会让那林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实力。林动，今日你便会陨落于此。林狼天，滚下来！你的狂妄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林狼天大哥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冬儿真的要挑战林狼天了。冬儿这是要替你讨回当年的耻辱。冬儿，哥哥，你一定能做到的。天可绝不能让分家人抢了我们宗族的风头。狼天可谓是宗族百年一遇的天才，林动真的能与之一战吗？
这一年时间，你既能从造气境提升至半步造化境，倒确实让我有些意外。你那盲目的自信，让你产生了能够挑战我的幻觉。哼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造化境大成？不，那家伙还未突破至大成的境界。可是，这压迫感比那藤叉可强太多了。好的减弱。真是遇上对手了。那是造化武学。那是什么武学啊？必然是造化武学。琳琅天果然厉害呀！林动恐怕是危险了。那是我灵氏宗族的阵族绝学。琳琅天大哥，这是要下死手啊！大天皇衣，斩雷劈，紫银九破，大光分海印。哇，这两人的战斗太恐怖了吧！什么？这小子，分家小子居然还会使用精神力。林动的精神力竟已达到了高级灵符师的境界。没想到狼天反倒是被林动给压制住了。不好对付，元精之力。你这蝼蚁的实力的确让我有些出乎意料，不过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八荒地手，那便是他从远古宗派所得的造化武学。大荒求天指，三指灭生灵，八荒地手。道气息的存在。
自直破苍穹。你们若是再这么打下去，恐怕这林城都要被你们毁了。那是涅槃境。两位的比试就此打住吧。是，族长。族长。那位小辈，来。是。小辈，你是哪一支分家的呀？盐城林家，林动。想不到仅靠着分家的资源，你竟能有如此实力，着实是不易啊。郎天在，我看林动能和你战得不相上下，以他的实力应该足以成为本次组比的冠军吧。既然族长已有定夺，郎天遵命便是。好，那郎天就先行告退了。林东，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来吧，林东。是。承蒙诸位捧场，我林凡在此代表林氏宗族感谢大家的参与。族比的举办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天才脱颖而出，无论是宗族或是分家，只要有实力就能在这里证明自己。本届族比便诞生了一位新的天才，盐城林家林动。动儿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多少年了，我们的愿望终于成真了。我就知道哥哥他一定会成功的。终于成功走到这一步了，接下来族长，林动来了。见过族长。好，好，不必多礼。林木长老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林动，恭喜你获得此次族比的冠军。之后你也算我宗族的一份子了。多谢族长。你觉得林氏宗族如何？这林氏宗族归为大炎王朝的四大宗族之一，自然是实力强大。那在大炎王朝之外呢？大炎王朝之外不清楚。在大炎王朝之外，林氏宗族可上不了什么台面。怎么会？族长，您可是涅槃境强者。涅槃境又算得了什么？林东，想不想去见识一下大炎王朝之外的世界？大炎王朝之外的世界？你可知道百朝大战？百朝大战？等你拥有百朝之战的资格再说吧。怎么，你知道？啊，晚辈也只是略有耳闻，还请族长明说。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名为玄域，分为
东南西北四周，我们大燕王朝便是处于东玄州之中。东玄州地域极为辽阔，期间有无数王朝，我们大燕王朝只是沧海一粟罢了。这百朝大战之中选拔出的天才人物参加的战争，堪称史诗级的比试。那这百朝大战究竟是谁组织的？目的为何呢？是东玄州真正的霸主，那些强大到你无法想象的超级宗派。超级宗派？与那些超级宗派相比，任何势力都不值得一提。他们可以在转瞬间覆灭一个王朝。林青竹难道便是超级宗派的门人？当然，这些超级宗派也需要吸收新鲜血液，而百朝大战便是为了让他们选拔可造之才。所以若是能在百朝大战中脱颖而出，就能进入超级宗派，对吗？不错，若你真能进入超级宗派，到时候整个大燕王朝都将受到你的庇护。什么？一个人就能庇护一个王朝？林动啊，你知道为何我们林氏能够屹立于大燕王朝而不倒吗？那是因为200年前，我们林氏的一位先祖通过百朝大战被一个超级宗派收纳，所得到的赏赐一直让我们林氏在大燕王朝强势到了今天。200年前？哎，可惜啊，自那以后，我林氏便开始固步自封，再也无人有此殊荣。如何，有兴趣去百朝大战一试身手吗？我参加。好。那何时开始呢？1个月后，大燕王朝会举办种子选拔赛，来决出代表大燕王朝参加百朝大战的人选。到时你与郎天一同参加。什么？我和林郎天一起？你二人都是我林氏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这是为了我们林氏家族，更是为了大燕王朝。个人恩怨是小，家族荣誉才是大嘛。希望你们能够放下芥蒂，参加百朝大战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最近你便好生修炼。另外，作为族比的冠军，明日你便去宗族族葬，看看是否能寻得趁手的灵宝。多谢族长，那晚辈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那便是林氏宗族的族葬所在吗？不错，族葬是我林氏宗族的禁地，只有在宗族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，才能有资格进入其中寻宝。林木长老，那族葬之中都存放着什么样的灵宝？族葬之中灵气法宝繁多，其中还有一些强大的地级灵宝。地级灵宝？不过那些强大的灵宝都有着灵性，能否得到还得看你的机缘。另外，族葬之中的天地元力极为充沛，你也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提升修为。晚辈明白。林木长老。有劳林智长老打开族葬大门吧。是。去吧。
多谢林木长老。小辈且慢，我来给你说明族藏的规矩。进入族藏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，出来时最多只能取走一件灵宝，否则族藏内的法印将会发动，到时你可就小命不保了，明白吗？多谢提醒。请吧。哦，这等规模的族藏，难怪林氏宗族可以在大炎王朝之中称霸一方。我看这里大多都是些没用的垃圾，想当年吊爷可是见过。我们走，怎么样？小子，放开！吊爷去赶会早。什么人，胆敢闯入宗族禁地？林征长老。林志，许久未见了，看来你还挺适合在这里的嘛。难道林征长老就是特意来取笑在下的？我是来给你提供一个回长老会的机会。你是要我做什么？一件小事而已。小雕，真有你的，这已经是发现的第三件地级灵宝了。哎，为了找这等货色，简直是浪费雕爷的鼻子。这面盾也是不错，还有先前的那把长枪和灵甲，该选哪件呢？若是都能拿走就好了。哎，这几样都差不多，随便选一件便是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子，你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？我什么都没碰，怎么可能触发机关？到底如何了？真言被毁，现在族藏内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。将族藏大门打开！那小子竟敢破坏族藏法阵，正好可以将他拿下。要去你自己去吧，那法阵至少要涅槃境的强者才能够将其摧毁，
想必那分家小子绝非一般人，我可不想进去送死。啊！待那小子出来之后，再问罪责也不迟。今日就先放他一马。回来。嗯，怎么了，小子？我先前发动的精神力，感应到一种异常的波动从那里发出。嗯，就是这个。这看起来就是件普通的摆设吧。这小东西这么沉。小子，你先前不是用精神力感应到其中的波动吗？嗯，没有用。那原力是什么？精神力。哈哈，成了！小雕，这东西好像变大了。下鲜血烙印，那灵宝才会听你的命令。变得好轻巧呀。只有你这个主人才会觉得它轻巧，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恐怕也难以撼动这重御风。既然灵宝已到手，接下来便借助此地的原力进行修炼吧。嗯，好。林木长老，想不到一个月时间你已是突破至造化境小城了。嗯，不错，多谢林木长老的提醒。这族藏之中的天地元力极为雄厚，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。好好啊，那可有寻得趁手的灵宝？嗯，林木长老请看。哦，居然是重御风。啊，您知道这灵宝？族藏之中这重御风从未有人能将其拿起。
可能是小子与这灵宝有缘吧。嗯，再过几日便要出发去皇城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吗？啊，我想趁这段时间和家里人聚聚。啊，那快去吧。嗯。哥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青檀，我正要去见爹和爷爷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盐城？在这里都快无聊死了。青檀，我就不跟你们回盐城了。什么？我已经答应临时族长，要争取参加百朝大战的资格。百朝大战？嗯，我想去见识一下大燕王朝之外的世界。为什么呀，哥哥？如今你已是族比的冠军，也帮我们家重回了宗族，何必再去参与这种争斗呢？我要变得更强。哥哥，你已经很强了，我们一起回盐城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不好吗？不，我还是不够强大，而且我需要兑现一个承诺。承诺？嗯。那你这次又要去多久？又是两年吗？这我也不清楚。这样吧，哥哥，你带上我，我们一起去大燕王朝之外闯荡，怎么样？青檀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外面的世界必然是危险重重，万一……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去。青檀，哥哥，看来你还是把我当作累赘。哎，此次我林氏宗族将有两位天才级的人物参加种子赛，林琅天、林动。啊！林琅天大哥，林动，加油！嗯，林氏宗族就看你们二人了，加油！林氏宗族在上，愿他们二人都能进入百朝之战，光耀我林氏宗族！光耀林氏！光耀林氏！好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是。冬儿，好好表现。去吧，冬儿。加油，林动。加油，林动。爹，青檀呢？这丫头估计还在闹脾气吧。林动，爹，爷爷，我走了。放心吧，冬儿。放心吧，冬儿，去吧。爹，爷爷，保重。青檀姑娘，可以走了吗？
皇城。太多。